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伟，现在坐了一个很富丽堂皇的车，一个七彩缤纷霓虹灯。帮我长进的是我最最最最尊敬的 YouTuber Cynthia。哇哦，哇哦，三十米，机会教育，现在是出国 ，OK？ 出国，这里你知道什么？这里是泰国的美丽国，觉得好喝就是 ，Good！ 哇，太酷了！这里有好多泰国的零食，对不起，哇，好多东西哦。哎，对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觉得有点累。哎，英文小老师有人找你，英文小老师，不好意思。这个是什么口味 ？Black truffle 黑松露。松露。耶，我猜对了。这一区呢叫做 Thai favorites， 然后这是一整排的榴莲干，金枕头榴莲干。要吗？太奶。这个吗？那我要。还有抹茶口味跟咖啡口味。我不要，我要加这个。优格奶茶会不会喝了落塞？可是包装很漂亮，先买再说。阿伟你冷静哦。来 ，Ray， 你买了什么？现在买的是地方主妇的东西，打泡粉呐、啊，然后泰式炒咖喱的那个酱啊，然后绿咖喱酱，我买两个，想要回家煮给他吃。西瓜姐姐，哎，花姐姐，哇，哇，我觉得很棒。先把包包放下来，我们现在在房间里，然后来做个简单的 room tour 好了。首先呢，厕所这么 open 是吗？这是我们今天的浴室，你还好吗？很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会不会今天醉倒了，然后就睡在这啊？可以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是我们的马桶，这是我们的洗手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要一个海滩蓝毛巾跟拖鞋什么的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对，衣架，很无聊。好，谢谢。关不起来。然后就是床。拜拜，对呀，这是录影是吗？对啊，这是泰奶，好好喝哦，好喝的泰奶，拜拜，拜拜，对，好。现在我来吃山竹，山竹真的是在台湾真的买不到吧？我是小时候超爱吃山竹，这个好难剥，好好吃哦。好了，我们的第一天过完了，拜拜。早安，苏梅岛。今天是我们在苏梅岛的第二天，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要去龟岛，浮潜之类的，对。等等见。你把衣服脱掉一点，我。今天又发现一件事，我忘记带化妆包，不然准备了很多美丽的口红。玉桂画 ，Happy 早安，早安，你今天很美，谢谢。拍老板娘的马屁，哇，今天是辣老板，老板加油，好，嗨嗨。
时非常颠簸的快艇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一个私人岛上，然后我们准备要去浮潜。我也是第一次，好可怕，我会不会淹死啊？应该不会吧？不会，好，陪都会浮起来。好好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俏皮哦，今天是第三天的环岛之旅，在这里如果有看出来的话，我们现在去看阿嬷石，然后这个是阿嬷石，这是一个很十八禁的景点呢，而且做得非常的 detail。Vlog， 又来，真的很好。第一视角喂食，男友。啊！好强硬哦！我想去买椰子水。你看啊，有人冲去买可乐。那我去买榴莲冰淇淋，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吃？完全不要。好。可恶！哎呀，好好热，我现在这个超大爆汗哎。好，那你喝，那你喝我的西瓜。西瓜一百分。准备要来很快的 get ready， 然后晚上要去这次的重头戏就是满月派对。Oh my god！ 哦，我刚杀了一只蚊子。今天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什么心情拍。不过呢，我等下是蛮期待这个满月派对的，因为听说蛮好玩。然后他们会就是用荧光漆还是什么，就涂在你身上这样。所以昨天特地去他们的市集买了一件150块台币的衣服。然后重点是我没有想到它开叉开到这个程度，然后这是我前两天买的 bikinis， 然后跟这个是一套的， so we're good。 我等一下应该不会带相机，因为怕弄丢啊，或是就蛮麻烦的。不过我等一下还是应该会用手机拍一些片段，然后Yeah. When I see the letters form the way your name is spelled, I don't know which way I felt, but now I'm anew, and I can't help it every time when I'm just loving the view, loving you. A simple text and I'm just done feeling blue. Yeah, it's true. Yeah, I'm happy when I think about you, ecstatic to be around you. It's a really healthy addition. Tell my friends that I'm infatuated. They think you're fiction. It's something different. It's my mission to show. Pardon。 这次影片结束得很突然，因为我后面两天基本上就是懒惰，然后都没有怎么拍。不过呢，还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给忘记给我一个 thumbs up， 然后呢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还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然后，就这样，拜拜。老板太帅，不合理。